感冒变严重了。明天这便当怎么办？你不用担心，我会起来帮你做的。人家妈跟来都感冒了，爸怎么还在睡大头觉？反正爸爸这种时候根本就靠不住。人家很期待吃饭团的时候，我帮你做饭团吧。真的吗？姐果然是不可或缺的存在了。妈，怎么了？饭团真的烫死我了。追星樱桃小丸子，周一到周五晚上7:30，就在妈妈亲子台。